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谚语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发财，你以为你很能干，有这个发了，不是的，你命里头有。你命里没有，你想什么样的方法，你都发不了财。你做多大的官都是你命里注定的。如果你本本分分的，你的一生会过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你要是以为我都要用一些损人利己的方法来获得名利，错了。名利不是这种方法获得的，命利有的。命利没有，能不能获得？行，你要学了佛，佛会告诉你。命利没有财，佛告诉你求财。怎么求法？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只要你干这三样，这三种果报你一定得到。我是早年，也就26岁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这个老人好像跟李老师同年，我26岁跟他，他那一年65岁，大我39岁，这祖父辈的。看到我这个年轻人没有福报，又短命，还好的是就听话，对老师尊重，我就占这一点便宜。老师愿意教我。苦命啊！他叫我改变命运。人家命里的财库啊，都有一些，我命里的财库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物质生活上非常艰难。又短命。这个短命是造作恶业太多了。从小喜欢打猎。我记得打了3年了。抗战时期。10几岁不懂事。老师叫我修忏悔法，叫我三种布施。我跟老师讲，我生活很苦，自己过最清苦的生活，勉强维持，没有钱布施。张家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还勉强。他就说：“你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你要有布施的心。”
啊，遇到缘分的时候，随分随力，你说什么？啊，我真听话。三种布施都修，哎，学了两三年，时间不算长，有效果了，哎，收入它自然就多了，多了就多布施，啊，越施越多，越多越施。那当时我布施，因为过去杀生，所以我喜欢放生。啊，什么人去放生，我都会去参加。啊，拿一点钱，以后钱多了，布施一样。啊，钱送给医院，让医院告诉医院，啊，有穷苦人。这个交不起医药费的，我帮他交。啊，我到此地，我每个月，啊，还帮助这边市立医院，啊，每个月10000块钱，医药费，1年12万。10年没间断了，啊，这里还有个安宁中心，天基督教办的，办得很好，啊，那就是中国人讲的临终关怀，这个太重要了，啊，这个基督教很开明，啊，你临终的时候，无论用哪一种宗教仪式，他都会帮助你，他不障碍你，这个太好了。啊，他军费缺乏来找我，啊，我也是1年给他12万，啊，这个钱是属于无微不至啊，啊，意外的一些灾难，还有图文巴的年轻人吸毒，前面一个市长跟我很熟，他办了个戒毒中心，经费不足。啊，问我要钱，我说多少？要30万，我们如数给他，欢喜啊！啊，这些属于是无微不至啊！啊，灾难当中你捐助他，都是属于无微。啊，这么多年来，我接受人家供养，大概。90%都用在法布施上，啊，这是印光大师给我的启示。啊，印经，印这些善书，印的量很大。啊，布施到全世界。啊，乃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办养老院、办孤儿院、办很多这个社会慈善事业，啊，我们也帮助。啊，所以佛在经典教导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财布施、法布施、慧布施，啊，这60年来确实财用没有缺乏了，不缺乏，几乎是心想事成。啊，法布施智慧增长，这就非常明显。啊，大家听我讲经，年年不一样，这境界不相同啊。
啊，无微不至，健康长寿。我这一生没生病。啊，我自己没有什么医疗保险，我没有这些。我的医药费全部失掉了。啊，所以我不能生病。我生病没医药费。这个好啊，医药费不失掉了就不会生病了。哎，你要留一笔医药费在那里，肯定会生病。啊，为什么？那个钱是准备养老的，你一定会老。我没有养老的钱，就不会老啊。啊，没有医药费不会生病啊，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啊，这老师教的呀。啊，张家大师教的，我相信他。啊，他那么大的年岁，他不会骗我。啊，所以学了就真干了。啊，活一天干一天，干的都自在。那么极乐世界的身。就不是业报身，所以他需不需要饮食？不需要。极乐世界天气好啊，没有四季，没有冷暖呢，都是很温和的。啊，衣着都非常轻软，自在。法性身居住的是法性土啊，所以他们的受受用，你看大乘法位，我们也尝到了啊。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天天读诵大乘经论。啊，与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我们的感受，这多快乐啊！啊，乐此不疲呀！啊，所以有同学就怕我，年岁大了，一天讲4个小时，太累了。我告诉诸位，不讲经真累，讲经不累，别说4个小时。12个小时都不累，啊，越讲越欢喜，法喜充满了，啊，我欢喜，大家都欢喜，啊，禅位、三昧位，啊，这都不是人间。连天上人、天人也享受不到。啊，色界天虽然是禅，那是世间禅，跟出世间的味道完全不相同。啊，所以法性身完全依靠的是心。啊，法喜充满了，中国人古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人遇到喜事特别兴奋，特别快乐。啊，那诸佛菩萨一天到晚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为什么？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快乐。看到众生能接受佛法，能听教诲，欢喜啊！啊，那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知道，这业障太重了，要原谅他，不要去计较他。啊，让他慢慢的，业障消除了，他就会相信。
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业障真重啊！不但业障重啊，报应现前呐、啊！啊，地受五五助难庄严啊，这一句要对应我们现前的环境，我们感受会特别深。啊，我们今天的处境灾难太多了，啊，个人的灾难是病苦，是忧虑烦恼太多，啊，这是个人的灾难啊。共业的灾难就是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啊，这些风灾、气候的变化，啊，现在四季突变，啊，春天、秋天几乎没有了，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啊，许许多多的物种不能适应气候啊，它就灭绝了。啊，物种的灭绝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粮食危机。啊，水资源的危机，将来干净的水没有了，这还得了吗？啊，能源的危机，啊，各种危机通通出现了。啊，我们学大乘的人知道，所有一切危机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密切关联。哪有什么自然？没有自然灾害啊，自然不会有灾害啊。啊，佛说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业力所感的。啊，极乐世界是业力，净业。啊，天人是善业，啊，三恶道是恶业。我们现在在人道啊，没有善念了，啊，善念、善言、善行都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在人道要受三恶道的苦。佛说的清楚，现在受的这些苦叫花报，受完之后到三恶道就是受那是果报，啊，果报比花报是更苦，啊，如何拯救现前的事这个灾难，啊，连李世民都说念佛，只有念佛，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念佛，灾难就化解了。但是人不肯念呢，说这是迷信，这不合科学啊！真的，大乘里面很多是超出科学了啊，科学不能解释。不是不能解释，现前的科学不能解释，啊，或者是再过几十年，再过几百年，科学就能解释了，啊，但是几十年、几百年，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啊，这一桩事情
只有深入大乘的人知道。啊，知道了，救不了这个世界，至少得救自己啊。化解不了世界的大灾难，至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这些灾难应该把它化解，这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我们修行的功力够，我们住在澳洲，澳洲这块土地上不会有灾难。啊，功夫不够，澳洲还是有灾难。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这个州，这个城市不会遭灾难，这是真的，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么学佛的人越多越好，要真学，假学佛的人不行。啊，要真学，要真正把心态改变过来呀！啊，佛是什么心？佛天天教我们发菩提心。啊，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最明显的话表示出来，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没有虚伪啊，真诚到基础，叫至诚感同。我们能感应佛菩萨啊，真诚心的自受用，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啊，真诚心的他受用就是大慈大悲。啊，要这样存心才行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他离苦是悲心，帮助他得乐是慈心。啊，离苦得乐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开悟，啊，破迷开悟啊！所有一切苦都是从迷来的，啊，真正的乐是从觉悟来的，啊，所以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众生，啊，无不是用教学的方法。用示范的方法，自己真正做出来给大家看。啊，示范教学，啊，这是究竟圆满的慈悲救济呀！啊，迷要是破了，你的灾难就没有了，你业障就消了。迷不破，业障消不掉，灾难没法子避免。啊，觉悟就真正得路。啊，觉悟了的人法喜充满，觉悟了的人绝对没有忧虑，绝对没有牵挂，啊，绝对没有妄想。啊，觉悟的相是舍己为人。啊，人还有自私没觉悟。啊，他是轮回心，他造轮回业。啊，头一个把自己舍掉，无我了。啊，怎么个无我呢？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我活在这个世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就是大菩提心，这能消业障啊！有我就有业障，无我，业障就没落脚处了，业障自然就没有了。只要你有我，就有业障啊！只要有我，你的冤亲债主就能找到你啊，就能找你麻烦。我没有了。冤亲债主找不到了，找不到不就算了，那没法子了，所以你不知道无我的乐趣啊，无我就无助难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永离身心苦恼。受乐无间断也，无我有人有众生有佛菩萨，我尊敬他，我向他学习有众生，我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帮助诸佛菩萨戒引众生，把佛法介绍给大家。快乐受乐无间，永远是欢喜不见世间过世间人所有一切过失，你不会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有苦了众人造的过恶不放在心上，当然你就不会嘴上不会说为什么？你会同情他，你会怜悯他，你不会责怪他，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造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迷了自信，没人教他佛在《无量寿经》上都说得很好，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你不能怪他传统文化大乘佛法丢掉了好多代了，你不能责备至少丢掉五代了我们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高祖父母或者知道一点也疏忽了，你怎么能怪佛教也是如此过去疏忽了今天没人教了我这一生感到无比的幸运遇到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我都不能成就方老师是接引我入门，没有他，我入不了佛门。我对佛教错误观念改不了。我是一个坚固执着的人。叫我改变一个观念非常非常艰难。也就是从小公告我们，目中无人。执着自己错误的看法不是我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他没办法教我不相信他的就遇到方东美先生
啊，当时因为我是学抗战期间流亡啊，所以想读书啊，念书交不起学费，学历很差，没办法考学校啊。但是啊，我会写信啊，文章还写得不错啊，那些有名的教授我都给他写信，有不少都跟我回信约谈约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十几位有名的教授啊。这十几位教授呢，最佩服的是这法师方老师啊，而且我对哲学非常有兴趣啊。我跟他学校不是在学校，不是在教室，在他家里啊，他家里小客厅，一个小圆桌啊，就是我们两个，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每个星期两个钟点啊，这样教出来的，我对他感激五体投地啊，啊，特别知道啊，这种教学法的因机施教啊，啊，我虽然学的不多，就是悟性比较强一点，啊，我能听得懂，我能体会，啊，在认识佛教了。没多久，大概三四个月，认识张家老师。啊，这是佛学大家了，专门学佛的。啊，他教我的方法又特别。啊，跟方老师一样，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单独跟他见面。啊，我跟了三年，他老人家往生了。68岁往生的，啊，我跟他，他65岁，我佛学的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我听话了，我真干了。啊，他教我读的书，第一部书《释迦谱》《释迦方志》。啊，那个时候这书找不到，到善导寺、藏经楼借出来抄。好在这两部书分量不大，啊，我把它抄出来。那时候抄得很辛苦。大概一天可以写抄10000字，很用功啊！啊，因为藏经人家不准接触啊，只有利用星期假日空闲的时间，啊，到那个地方去拿借来抄，认识了释迦牟尼佛。啊，这老师教的，你学佛，你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你会走很多冤枉路啊！啊，所以头一个就要认识他。啊，那这两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传记，唐朝人说写的，啊，完全是记录经典上的经文。啊，知道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啊，我们这才找到了方向，找到了目标。
啊，学佛十几年之后，这将近20年，我讲《华严经》，认识了净土。啊，特别感谢老师，老师非常辛苦，多次的劝导我，我都没有认真去体会，没接受。啊，在《华严经》里面才知道，文殊普贤都是修净土的，不但自己修，而且还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学习。这个景观呢，让我非常感动。大乘佛法里头，哪一个学人对文殊普贤不尊敬？那没话说的了。文殊普贤学念佛法门，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个让我深深感动。啊，我在细细地观察善财童子，善财是文殊的得意门生的，啊，当然跟老师一样，啊，仔细一看果然不错，啊，53参里头他所修的就是念佛法，啊，虽然到处访问，增长厚德智，无所不知，但是他修学还是念佛，其他的法门知识他听了明白了了解了就够了，不修啊，自己修的每一天还是老实念佛，没改变啊。到第53参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